好吃吗？好冷。嗯，玩蒸汽吧。你这个是气的别气，哎呀，你这气不好吃，咱都乱。纸巾，辣，他说辣他不吃。喝水，喝水，赶紧喝水。你要什么？哎呀，吃面。可怜不可爱哟。我帮你夹一块。捏的，捏的。啊，这可以可以。哎，来来。哎，不是有老吧？辣呀。味道辣，味道辣呢。不怕辣吗？不怕。不怕呀。哎呀，我们是很贵呀哟。让爸爸吃，爸爸食べて，臭豆腐，自食べて。一回妈妈食ってよ。我。哎，妈妈好多皮要提，要剥一下，好多毛。他忘没得。是没得。他看没得。看没得。看没得。我帮你剥皮。哎呦，有份领。哎，等会下去吧。你奶奶。对。啊？奶奶不算了，偶尔是吧？有点丑。哈哈哈！哈哈！赶紧刷牙。多细呀！我刚才给找了个厕所。难的。哈哈。我过来没去。臭豆腐。走。我去睡过来。没有呢。爸爸。啊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我喜欢吃的是乐金，乐金，我喜欢。说说爸爸吃吧。乐金，嗯，爸爸，嗯，乐乐金，嗯，我喜欢。爸，我喜欢。来，可以go。谢谢。不用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好酸。嗯。爸爸，你嫂有磨得好气的。哎，不懂。爸爸，我喜欢一爸爸。爸爸，还要还要。我们要摸干了。他还要。好喜欢，个凉皮儿。还有点辣了，他还喜欢。我性格还来这个，还来给我性格。那我买了。好的。啊，亲，你知道那叫什么吗？啊？那叫什么吗？李子。这个哎呦。你说这叫什么？南京这边话的。李子。对，李子。李子。老公。嗯。在我们县城的小宾馆里住一晚上，什么感受？多能看机，洗头棒的。嗯。好多冰箱鸡蛋。你吃了他们内脏。内脏。我们在学。我们在学的，弟弟一个个都在学。哎。一个都在学。他还要去昨天晚上夜市那里，不行，我们要回去了，我们吃早饭。白天那里没人。对，我们去吃早饭，吃完早饭去姥姥家啦。不行，好不容易回去。我们去吃早饭啦，往酒店退房啦。老板有，老板有。嗯，在地面上。老板有。明天也下了，明天下了。太喜欢爸爸了。我们也早上直接去干了，直接去干了。一只不是狗。你的。
米呢？为什么米呢？加油！对的。爸爸，爸爸。妈打的哟。哦。哎，放在那里。妈妈。哦，哎呀，他要鸡粉，然后我搞了药器也不吃。看这个吃真多好吃，老板还不吃药，还不吃药器，那不也是干锅？就是就是。哎，再干上还。你先卸了，上去掉。药器刚才老还吃掉的粉，刚才也不吃。不吃啥？不管。老还吃么子？还得吃包子的。有啥放下？是豆阿鸡，妈，哈哈，还管么多少好气？爸爸，嗯，好，进。听他说，我妈有点生气呀。哇哦！自家的土鸡，好大一只啊！鸡不好是斤吗？七斤多，七斤多啊！有七斤，是七斤多呗、啊？七斤多，是啊，怎么到七斤了？后来还真得嘛，真难对上了。你谁到杭州去了？再见，叫爸爸，叫爸爸吃西瓜，喊爸爸。今天爸爸吃西瓜，你准备买嫩的嘞？你不，你拿。你老爷血缘我当然要炸了，我吃西瓜也是。是，十一颗哟。